台湾70公斤级肌腰带超级赛。 希腊选手卡邦尼斯迎战泰国选手辛伯德。 From the red corner, we have WMC Ivan Superfight Champion 2015, International Muay Thai Council World Champion 2014, WAKO Pro National Champion, 3 times Muay Thai Champion of Greece, total 66 fights, 46 wins and 16 KOs. Trained at Diamond Camp. From Greece, we have Legend Muay Thai Dream. We have from Thailand, Super Legend Muay Thai. 本场比赛特别鸣谢狮子会线上娱乐城3w.t111.com 金沙娱乐城3w.t111.com的赞助。好，观众朋友，这场比赛是一场 IWAN70公斤级的超级赛，也是一条肌腰带的争夺战。那场比赛呢，红方选手穿着白色短裤的红色拳道的选手就是来自希腊的卡邦尼斯。这位选手70公斤，身高1米76，56场比赛46胜9负，一场平局15次 KO 对手。2015年 WMC A1 的超级拳王赛的拳王， 2014年 AMC 世界排名第一， 2012年 WAKO 的国际职业拳王，三届希腊泰拳拳王。那么他的对手是来自泰国的一位实力悍将，身高1米70，体重70公斤，218场比赛198胜18负，2次战平对手，41次 KO 对手。 2015年英雄传说中泰大决战总决赛的72公斤级的冠军， 2012年大城府淘汰赛的拳王，前东北学泰拳拳王。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第一局呢争夺也是非常的激烈，这是一场 IWAN70公斤级的超级拳王的金腰带争霸赛。控制好对手，并不着急，来肘，前次拳再点。 不断的点对手，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呢，卡邦尼斯开局阶段呢，主要以防守反击为主，因为对方呢，辛伯德的进攻非常的主动，泰国这位选手的确进攻非常的生猛。好的，控制好对手顶膝，看能否摆肘，看双方肘部的运用，好的顶膝，连续的顶膝，控制好对手双方的近身缠抱。 踢腿，低扫，好的漂亮，摆拳进攻，一个飞膝，这个飞膝呢是被对方防住了。今天的泰国选手辛伯德进攻非常的生猛，非常主动，看来他对于这场比赛啊还是非常有信心拿下对手。这个臂弓是吊，下面是往上弓一下，后手拳进攻大摆拳。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是今天 IWAN比赛的一场70公斤级的超级赛金腰带争霸赛，第一回合双方的争夺的越来越白热化。 本场比赛特别鸣谢狮子会线上娱乐城3w.t111.com 金沙娱乐城3w.t111.com 的赞助。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双方争夺，一个转身肘，又打中对手，控制好，又是摆肘，可以看到这一回合来自希腊的卡邦尼斯开始反击了，第一回合比较被动。
但是不能老是被动。对，伺机反击漂亮。这一段可以看到他们进攻非常生猛，场外他的这个教练团队，他的经理人也是非常的给力，摆拳进攻，前刺拳后手，后手拳进攻，顶膝，顶膝，连续的顶膝进攻，很漂亮，看能否继续进攻大摆拳。牢牢的控制对手，连续的顶膝，并不着急，大摆拳进攻，漂亮，拳腿组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连续的组合拳，拳加肘的进攻，双方进入到第二回合争夺，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转身肘。连续的前刺拳点，顶膝漂亮，控制好对手并不着急，低扫漂亮，双方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回合争夺。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拿破利，也就是我们的这位选手主动进攻。这场比赛呢，感觉到双方第二回合争夺更加的激烈。辛伯德呢，在第二回合面对对方的顽强的反抗，并不像第一回合优势那么的明显。顶膝，近身的缠抱，能否将对手放倒？压力重心，找机会，漂亮，后手击腹，连续的顶膝。这场比赛呢，双方第二回合争夺就更加的白热化，因为双方第一回合呢，基本上是泰国选手辛伯德占据优势多一些，第二回合呢，卡邦尼斯开始主动发难。这下打空了，漂亮 ，KO， 应该是击倒了。这场比赛呢是非常的漂亮，我们可以看到直接是打开了，一个非常漂亮击倒。比赛裁判宣布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非常的漂亮。这场比赛呢，裁判宣布最终是来自希腊的卡邦尼斯 KO 了对手，获得了这一条超级金腰带，祝贺卡邦尼斯。就算我们在那个回合完结的之后，我们的拳正向那位倒下的拳手扫描，如果都不能够继续作赛呢，都可以判他击倒或者技术性击倒的。不好意思，这场比赛失利了，那么希望下一场比赛有更好的发挥，希望下一次再来 A1 比赛。I'm feeling great. You can see it. 这场比赛能够 KO 对手，非常的开心。我是看准了时间，突然的一个肘击将对手 KO 了，的确非常的兴奋。希望以后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I did it in the right timing and I win. I think A1 is the best. A1 呢是世界上最好的赛事组织，也希望叶师傅将来请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地区的选手来参加这样的比赛，让比赛更加的精彩丰富。And this say this all. I prefer I1 from any other tournament in the earth.